個名字就叫 Kitty 啦。咁我之前就喺個酒店及旅遊學院度讀過課程嘅。咁個課程就叫酒店營運證書。咁讀完證書之後，我就對發覺自己對 F&B 好有興趣啦。咁我之後都繼續咁報讀餐飲營運文憑嘅。喺2015年，我就參加咗一個盛大嘅賽事啦。咁就係叫世界青年技能大賽嘅。咁我喺大賽入邊參加嘅項目就係餐飲服務 restaurant service， 我就要同33個唔同國家嘅選手去比賽嘅。學校都提供咗好多訓練嘅機會俾我啦。咁其中就我就去咗外地度受訓嘅，咁就去咗意大利同埋澳洲。經過呢個比賽啦，咁我覺得最難忘嘅就係我認識到33個唔同國家嘅選手。對於今次嘅經歷係對我嚟講係真係非常之難忘嘅，因為佢依個比賽係有年齡限制㗎啦，咁就係一生人之中淨係可以參加一次嘅啫。咁而且佢年年比賽嘅地方都唔同，就好似今年啦，就喺依個嘅巴西聖保羅度舉行比賽嘅。畢業咗之後，我就繼續會喺餐飲一行度發展啦，因為我自己對餐飲一行真係好大興趣。咁我中意同人交流，而且喺餐飲一行都會見到認識到好多唔同國家嘅人，所以我都會繼續喺酒店一行發展嘅。